那边都出省了，往哪点？这也是，我老天，漂亮！啊，一会儿我，那他们说超级好吃。我把怎么那个有盐味儿吧？妈呀，都是那个蒜上边，哎，你是说点那酱可好吃了？不是闷豆腐啦闷。要不然有人他把我要买了呗。对，老人家我那个那个哎呀，我跟你说吧，姑，你都不用想减肥的事儿了，我跟你说吧。是不是？哎，爷爷给我一串。鸡翅，嗯。这些烫啊。这不烫，就这儿。不要挨筋了，你挨筋了都烫了。光个皮儿都烫了，有了个皮儿都烫。都这些。该吗？我不成。我不成，叫命这吧，我一会儿得。我操！烤老脸了，你干吃吧。烫上一道红印儿啊！你烤脸，烫来着吧？哇，挺好吃的，主要是这些酱配的。嗯。哎呀！啊，你让我拿也太难为我了。最少得有三毫米厚。我说咱们在这做一个。压着。肉里边儿压的，肉外边儿的，肉外边儿的，我们是这样的。那可以，能用手吗？哎呀，有人洗手不得了。闺蜜，我这肉没好的也难。这是哪一补了？我吃饱了。他得不熟吧？哎，骨肉项链，骨肉项链，鸡翅，尝尝。至少得给我剩一个吧。那比较好呀，好。行。嗯。来个吃的。其实啊。要扔都扔个石柱啊！你超过十来分钟了，那吧，你这三分钟，好吃。这是那天剩的那点那个牛排，然后今天顺便烤了它，剩了两片。我再给你两片。我这么走啊？啊啊，行。那样子的。牛排呀！把那黄油给我拿出来。牛排。又焦又肉，呀！一会儿压那个油里边，压火里我烧了。哎呀，油里边肯定烧一块热豆腐的，你让人是倒啊！受脸，是不是咱拿这个叉子这样？嗯，你是势力派。哎呦！啤酒满意，哥的，有动还有点辣味儿的哈。嗯，来弄开，哎呀，哎呀，要不弄了的一会儿长。得了，不用吃饭，离不开是吧？又不是说你爱吃什么饭，我爱吃咸，这多东西。早起不起，喝也睡不睡。这什么鱼儿呀？啊？这什么鱼儿呀？差点儿。啊，这鲤鱼呀。对。好了，它了。十六碗啊！得有，得。哎呦哇！慢慢的，不容易啊。来来来！哎呀！嗯。是不是带点辣味儿啊？嗯，我还是这么想过算。